很痛，为观音洒酒来歌颂。好了，我来按龙爪手啊，1400暴击换成破防，我抓一个雁行直接带走啊。第一层啊，当然了，比赛开始。我、怎么用不了技能啊，技能哪儿放错了啊，上来对吧。波哥波空被我定身了对面，所以说那个波哥波空了。哎，卡墙角了，这他妈要命吧，这不啊，这边没有残阳啊。好，绕过来换成1400 1400 1400，对面这不天马抓一个雁行，直播间没洗到金，没洗到金他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好玩，他雷我招架，对面只会雷招架呀，太雷我招架啊，这估计太贵了。破防，破防，破防！那不敢招架，蓝皮尾被我打断，这儿绕过来，卡一个翻腾，啊，翻腾，2000一下啊，啊，切残阳，啊，他已经是个死人了，都毋庸置疑。抓一个打狗带走啊！这是一顿怼，啪啪啪啪一的啪啦啪。这当然是五内了。磨剑锋来引弓，顽强武器都开封，来西空用的是少林五内。因为他不会玩，他老大他架，主播没有开残阳，他能播我的，但他们一直不一直是用一个云狗骑手，他不过也是找不到机会播我。好，这不继续匹配天地，没有匹配了。独特深藏不露，龙门客栈开太极银谷如寨纯打狗的一个玩家啊，开太极银龙爪批注带一下。保伤保免，保伤无保免，保伤无保免，保伤保免，保伤无保免。那这笔三个没有报免，我龙爪不得大他2000多？对面是少三个报免啊，估计要贵啊。对面没有报免，我一个大估计对面就没了。因为主播卡的是翻腾套。
我们比赛开始啊。火房选云，哎，晕头无效，这晕头也是六。没有网速，哎，去找这个打狗的这个龙爪冲锋也没有摁出来啊，不是火房。接残员好，把这边坑开，我也是醉了。瞧不起我要坑开你了。好，一护体没打出来，看眩晕啊，把这拽过来，怎么就这么点伤害啊？主播上冲锋接不上啊。马上完啊！你们这叫波狗，好烦！啊，出了晕毒啊，这他妈挺疼！你们切了残阳，啊，对我刀架啊，对面残阳 CD 啊。CD 你还给我造价，我也醉了。啊，给我造价。闪避啊，这个少林武的命中是个问题啊。被我破防定身切了残阳，然后又被我破防，有闪避套，只不过没有交技能，对面打出了闪避套了，把他拽过来带走。龙爪皮抗是十层的，十层的皮抗，龙爪射程15米，大招20米，冲锋20米，冲锋6米，击倒20米，远程补伤害15米，没了。好，比赛开始啊！着急了，我把这波狗先打出来，要不我没机会出招，打我太他妈疼了，这你妈！这你妈还刷毒？哥们，怼怼怼怼怼怼怼！双冲锋接不上了啊！哎，对面还防我冲锋了。哎，没有放出来，贴残阳了点。转气了，皮层变色了，灵魂才对我说有招。What a scream! I have my own thoughts, I can't take it on the clock. But you say stop, stop, I ain't no puppet on a string. Six strings and a ball, smile a little, trying to drop the floor that stepped him on. You sit back and ignore. Do what you want, 对面想打给我打满，然后再控我是吧？但是送了我怒气啊，这么打主播就有怒气了啊。他这个晕毒也是六啊。
有闪避套，这闪避套要命，要我直接大招抓他了，有闪避套。这边雷欧招架，这残阳，蓝刺猬。把他拽过来。好，击倒。把他拽过来。暴击呀，哥。一下没爆啊。攻防争功，垂死挣扎啊！他说拽过来带走啊！见血了，人群散去了，没人麻醉我了，那些骚扰有够了。能打的，对面不会玩。对面波狗交空了，主要波狗不交空的话能打的。好，感谢我们徐若凡刷出1314个霸气，感谢。好，这波局匹配天地啊！感谢我们徐若凡的1314个霸气啊！哦，原来是你啊，怪不得啊！啊，这不今天的啊！当然能了，主播，但是这是打狗啊，主播没有残阳，不敢飞天上吧啊，这把不要紧，这把这个武当的也不那个，也不过飞天跟他打。乐凡你号我打了17之后，这个匹配不到人了，所以主播就换号了，我就换号了。刚才我打你号来的啊，17000了现在。因为你的就三个人啊，好，感谢我们洛凡，又是1314个浪，感谢。啊，批注没有换是吧？怎么换一下批注啊？曾经熟悉的面孔却如此陌生，不看不听不想也不问，就算用尽一切去守护，却依然。看一下宝物是吧？龙爪手啊，两件龙爪手的宝物，但是有一件是没有 P 抗，一件 P 抗，然后一件冲锋的啊，两件750龙爪，然后两件750九宫，一件750轻薄，没了，觉得比较散啊，宝物。龙爪的话，当然是无望最好了，可以切内功用啊。比赛开始啊，看看主播这把怎么玩死的。哎，对面心不杂，哈哈哈，剑没有改，要不刚才他那个眩晕绝对放不出来。破八，破八，受死吧啊！哎，有雨天啊，主播等一会儿再放这个大招好了，他有雨天，网速也不错啊。好，抓一击。跳太高了，对面不敢招架了，对面不敢招架了，被破防啊！走走走，哎，走了，还敢跳，他给我下来3000的暴击，打偏了，眩晕，破防，对面不敢招架啊，知道招架就要被破防啊，不敢招架了对吧？把他拽过来。2300暴击，破防，好，送到架，好，怼一下，后面防我冲锋，破防，怼一下，抓一个穿云，
再抓一下，怒气不够，对面揽去尾走。下来，距离不够啊，20米大招，啊，给我死，2000三暴击啊，8002000三暴击带走。锁定破防15米就不需要技术，就直接下地方放就行了。其实这个不锁定的破防比锁定的要好啊，因为锁定破防有些距离会被卡到，你这个锁定破防放不出来。但是这个非锁定破防，你这有些距离可以卡一下，别人打不到你，但你这破防能打到他。比如说像这个样子啊，破防，这种情况下他按什么都打不到我的。哎，把饭能交了吗？没有啊，武器切一下。好，那边出了1天出了工，好，胜任成功，估计要拍地震啊，看见没，果然拍地震。好，怼一下再招架啊，再怼我招架，宝宝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啊，2200暴击，2200暴击打出保育护体，再叫一个破防，对面是天马，眩晕，补伤害，哎，没补到他，破防，继续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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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破防，回去继续怼啊，好，再一个破防，哎，打歪了，破防，怼，再怼，怼，再走。龙爪缺伤害啊，龙爪缺伤害。上首歌叫做谎言游戏片尾曲，这首歌叫朋友的酒，缺伤害啊，他对面那个免爆不全，主播开的翻腾炮啊才能打出一个爆发，少林武那也开的还是啊，没开残阳，开残阳打不出输出，要不主播就玩残阳了。尤其这两把打的都是一个无望神功啊，没有堆身法啊，还有这个武当武内啊，都是没有闪避都不多啊。龙爪不算加强的太猛啊，加强猛的话就直接把这个大招改一下输出啊，就把这个冲锋改一下啊。尤其这个冲锋基本上你开这个节奏感不快啊，就是说这个段数不够高。这种情况下打这个输出就比较难了，而且冲锋两个伤害不及九宫的伤害。法海空间绝后，什么太极拳龙爪手，当然命中有问题了，不少林武内开这玩意只有500多命中啊，10层的伤害啊，10层的不是12层，虚招是11层，不正在这个号主正在搞这个12次，还没有搞出来啊，因为这个收不到女人红吧。看下对面玩什么，没有免爆，对面玩什么，怎么不带免爆啊，外攻防御这完全没有效果呀，他玩的是什么呀，为什么不带免爆呢，我今天玩什么，换了换薄了，对不对，看一下龙爪手大战魔形两手啊，一个是屌丝古朴啊，一个是古朴最渣古朴啊，看一下到底谁更强。破防成功，好，没有解控少林武内，哎，被破防了，眩晕，
照见了，你别照见了。哎，又被破房子给伤。破伤没烫啊。好，破防成功。没亮相。哎，别照见了，闹挺大。好，唠我照见，唠我照见了。又唠嘴着见了，说明你那也是突然解控了，我只不过有怒气了，就不签内功了。好，自爆打断，哎，大招接不上啊！主要接不上的原因，哎，直接让嘴着见怼死了。接不上原因是网速比我好啊。主播上吧，不该近身的，跟这个魔琴打近身之后就不好打了。看这把主播放风筝放死的啊！对面不敢招架的。啊，别招架了。啊，交出魔碎风筝对面。啊，被我破防。那闪避，闪避套。又对我招架，打招，1500暴击，把对面反一击冲锋啊！哎，交一击那个什么好了啊！抓一个虚招，没抓到。那对面已经是个死人了啊！你开自爆也没有用啊，兄弟。破防。好，主播冲锋 CD。抓一个虚招，拉过来带走。好，铁三阳对面霸体了，我也有霸体啊。比谁霸体更牛逼啊！对面开自爆了，那你牛逼啊！被破关啊！好，再见啊！法海没有这个爆免，当然不耐操了。十层的皮抗，双皮抗的护腕，十一层的虚招，妈的！稍等一下，主播，咱们重新看一下游戏啊。蛋疼啊，为什么掉下来？